我突然明白，凤梨虽然难看，但是自然有它的作用。就像凤梨大学，虽然偏僻，交通也不便，但是却远离喧嚣，给我宁静，让我思考，我也可以因此变得更加聪明。台湾的 fashion 是从1919年日本政府推动内地延长主义开始，许多现代的事物和观念引进到台湾。因此，如果我们要了解台湾的过去的话，流行文化可以说是一个最贴近的方式。因此，我们今天很开心，请到六位来宾跟我们一起回到台湾阿嬷的芭比时代，请大家来评比，谁才是当时候真正的流行教主？今继续来看的是为推动着在地认同和深度旅游，中正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和国际相关学生会组织合作，邀请来自德国和拉脱维亚的两位国外志工到嘉义 Long Stay。